自诞生以来，百酷的发展就像一条永无止境的赛道，创新和探索是刻在百酷骨子里的基因，而库克的热爱和支持是一路披荆斩棘的动力。作为 BMW M Motorsport 的全球顶级合作伙伴和 KPL 官方比赛用机，我们又将开启一段新的征程。这一次爱酷9它来了，利落的线条，硬朗的风格，方寸之间极限秩序之美，24道工序，14道工艺，3次阳极样化，更有挑战行业加工极限的0.7毫米二角，成就了整个手机中最为显眼的视觉重心。爱酷9系列还将工艺的极致与纹理的变换玩出新意象，不论是经典的三色条纹，还是超越过往的进化搭配，设计既是理性的克制，也是感性的极致美学，形式与功能的完美平衡，这才是爱酷该有的样子。当然了，要征服赛道，必须要匹配足够强悍的动力。新一代骁龙八增强版 LPDDR5， 爱酷首发超频版 UFS 3.1，作为旗舰体验的标配，让你随时随地感受非一般的感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好的性能是否就等于好的电竞体验呢？全新升级的独显芯片 Pro， 功耗更低，性能更强，高帧游戏只掌油腻。高性能的背后，能够稳定输出，一颗保持冷静的心是关键。将近4000平方毫米的大面积 VC 均热板，叠布 VC 立体散热系统，以及爱酷9系列的全景舷窗，让你的每一次比赛都少一分手汗，多一分胜算。电竞玩家们懂的都懂，毕竟爱酷要做的从来都是视听处全感操控体验的全面提升。以上就是这次爱酷9系列的性能铁三角、高帧铁三角、散热铁三角、全感操控系统3.0。是的，探索无止境，就好像这款 iQOO 9 Pro， iQOO 史上最好的屏幕， 2K15 超视网膜屏， LTPO 无极变速 2.0， 小步快跑，卡准节奏，超声波 3D 光域指纹，想解锁就解锁，一分钟充入10%的电量，充电器一个就很好。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决心，都只为让你的生活也更 Pro 一点。当影像遇到 Pro，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所见即所得。微云台双主摄影像系统，超强感光能力的新一代 GN5 传感器，全像素双核对焦 Pro， 微云台融合防抖 UVR 超低反射镀膜，我们能看到更多，看到更远，看到更多真实。当影像超越真实的世界，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色？所念即所得。恒定地平线 2.0， 让眼前的万千景致稳稳装入口袋。150度鱼眼超广角，不用去到5000米的高空，就能感受到地球的轮廓。接下来，通过算法去到一个更魔幻的世界，水晶球、小行星和梦游仙境，三个奇幻视角，想怎么看就怎么看。全方位的 Pro 当然离不开全新发布的 Orange OS Ocean， 用充满乐趣与生命力的视觉设计，让重要的信息更重要，轻盈的信息更轻盈。是的，诚意满满的爱酷9系列，正如你所见，为你而来。但目的地不会是我们的终点，而是一个又一个新的起点。让我们在下一个起点再见。